接下来你会经历不同的痛苦与考验，谨记感念众生，坚守本心，方能成神。海神传承第九考验开始，玄天功和精神力被压制了，身体无法挣脱。 决定一个人能否成神的关键，那是大明。海神第九考到底是什么？ 危机之下，大明的灵魂在不断消散。难道剥离魂骨就是为了抹杀寄生于其中的灵魂？大明为了救小五，已经献祭了生命。我绝不能让他的灵魂就此消散。 灵魂承受不了下一次危机了。你血量静下来，一定有办法的。